baby 啊，什么时候要跟你女朋友分手啊？明天就分手。好啊。嗯。你们在干嘛？为什么在这里？他为什么在这里？你怎么在这里吧？我来你家找你，当然是理所当然的。我现在爱他，不爱你。你看你现在又黑又丑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？我对你这么好。好，我走。走啊，去死吧！哇，在你女朋友，我等一下会不会回来啊？不会，她跟老王出去打麻将。哦，真的？对。Baby， 哎，你们在干嘛？你怎么这么早回来？我找你不行啊。嗯。啊，你们怎么在床上聊天啊？一起盖被子吧。现在要干嘛呢？现在是要三 P 的意思吗？哦，好啊，一起吧。哎呀 ，baby 啊，你女朋友会不会等一下突然就回来了？不会啊，她已经出去了。嗯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你眼瞎了？我们在干什么？你看不出来吗？再不理你妈呗！你好脏啊！我要去洗澡啊！哎，碧亚，你觉得我身材跟你女朋友谁身材比较好？你好多了，你那么瘦，哦，身材又好。真的哦。Baby， 你到底在干嘛？你们两个在干嘛？你干嘛？我今天不想吃控肉，我想吃瘦肉。哦，我今天就是瘦肉，来吧。